下来没？马上就到了，目标已到，行动。少爷，三年期限已到，老爷让我接您回去。你们搞错，还等什么？欢迎少爷回家。林哥，哎呀，我开玩笑的，你别这么小气。别跟我说话，给我走。谁先说话，谁就是狗。让他先定头，别少块肉。真好吃，连奶茶都不给我买，算什么男朋友啊？分手。